我啊，完全知道他喜好，各方面我都知道，所以我买的东西一定是他喜欢。尺码呢？尺码我是肯定知道的，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积累。希望我专一的对对方，对方也专一的对我。哦，我还挺容易世俗的。我认为最好的女人，她是我媳妇。演员会更快结婚，因为他更需要生活。我非常爱吃素，但挺能吃的。我不需要被哄，我这是需要自己消化过不去这个坎儿。你怎么哄也没用。我是这样，如果在我喜欢这个女孩之前，她跟另一个男的已经走得很近了，我可能就会选择站得比较远。但是，一旦有任何危险，我第一个会冲上去。而且我认定这个人，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撩妹，对呀，就是啊，你就不用撩了，是不是？爱情和事业，我选爱情。爱情你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只要相爱就好，没什么克服不了的。